大家好，我是今天第三位 speaker， 我叫张莹莹。我今天为大家带来的主题是音乐情绪。我与音乐的羁绊始于三岁半。毫无疑问，学习音乐是一条伴随着艰辛且痛苦的道路，但与此同时，它给予我的支持也是不容忽视的。它是我枯燥生活的调味品，使我内心世界丰盈充实。它是我独在异国时的安全屋，舒缓我紧绷的神经。它更是我的降落伞，在情绪崩溃时，音乐总能轻轻托起我，让我缓缓落地。我们知道，音乐并非生活的必需品，它既不能果腹，也没有货币的流通价值。但为何我们的生活如此离不开它呢？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论语》里有一段话：“情动于中而行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这说明最初音乐起源于人对情绪的一种强烈体验。美术、文学、舞蹈这些艺术都是基于对现实世界的模仿和记录产生的，这种艺术形式总能在现实世界中找到原型。但与这些艺术相比，音乐强调严谨的结构和形式，它无法进行具体的信息传递，也不能提供直观的视觉感受，因此音乐更像是情绪的语言，让人产生和抒发情感，表达思想。所以音乐被认为是一门纯粹的艺术，是由人的内心感受而产生的艺术。说到这里呢，也就正式引入了今天我的演讲主题——音乐情绪。这个概念解释了为什么人们在听音乐的时候能产生不同情绪，例如忧伤、难过、愉快、兴奋等等。那么为什么音乐能让我们产生这样的情绪呢？在20世纪60年代左右，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汤姆金斯从婴幼儿的情绪入手，对情绪的功能与情绪在人类认知中的作用进行了大量观察。在出生后呢，新生儿既无法看清世界，也没有记忆，更无法理解我们听到的语言。即便这样，婴儿依旧会通过微笑的方式去表达情绪，这证明了情绪是人类机体本身的。而为了探究婴儿是否天生对音乐产生情绪反应，他对28周后的胎儿至1岁左右的幼儿进行了长期临床观察。当婴儿未出生时，在孕妇腹部大声模仿音乐，绝大多数的胎儿胎动会由无规律的骚动变为平静或有规律的缓慢动作。而新生儿出生后呢，这种感知能力依旧存在。汤姆金斯发现，有音乐和没有音乐播放时，新生儿的反应并不相同。我准备了一段音乐，请欣赏。在音乐播放时，婴儿大多表现出用心聆听的状态，而婴儿哭闹不安时，播放具有刚刚我们那次听到的摇篮曲，也能使他们迅速地安静下来并进入睡眠。这可以解读为婴儿产生了满意的情绪反应。通过这些实验呢，汤姆金斯得出结论：人类对音乐产生情绪的能力是天生的，它与年龄、性别、智力和是否接受音乐方面的训练没有直接关系。但值得一提的是，在6岁后，人类这种对音乐的天然感受力呈现衰退趋势，甚至成年后，大部分人会被认为是没有音乐细胞的婴儿了。音乐的感受力与个体成熟度呈现反比的趋势。那在这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现场有失眠焦虑的朋友吗？你们可以试一试音乐。音乐与情绪有密切的联系，但音乐影响情绪的机制是什么样的呢？随着神经科学被运用于音乐和情绪相关的研究，科学的运用音乐可以对人类情绪产生积极的影响。在欣赏音乐的过程中，大脑可以产生影响情绪的神经递质，通过神经递质将音乐情绪传递给大脑，大脑在复杂分析处理过程后再对这些情绪进行表现和再现。另一方面呢，正确的音乐类型能刺激自主神经系统，帮助调节心跳、呼吸频率、神经传导、血压和内分泌。音乐还使血液中的内啡肽含量增加，有一定的镇静作用。有心理学家在音乐爱好者中进行调研，发现经常欣赏古典音乐的家庭成员关系和睦，经常欣赏浪漫派音乐的家庭人们往往性格开朗，而热衷于现代派音乐的家庭成员倾向于争吵不休。这都侧面地证明了不同音乐类型对人的情绪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在这种情况里，我们应该如何选择音乐去缓解压力和调节情绪呢？首先是轻音乐，这种音乐通常使用轻柔放松的旋律，节奏感较弱，音乐的速度较为缓慢，在演奏过程中不会有较强的波动。与这类音乐去接触产生的内啡肽会引起情绪的舒缓，使人逐渐平静。其次呢，是古典音乐，它是西方音乐中具有传统地位的经典音乐。古典音乐追求和谐的旋律，能放松神经和情绪。聆听巴赫和莫扎特的音乐家的作品，可以给人以美好的内心享受，这些都是积极的情绪感受。当然，自然音乐也能够帮助调节情绪。这类音乐通常包括自然界发出的声音，比如海浪、鸟鸣和风声等等。自然音乐能够帮助身体和精神放松，让人感受到清新自然的氛围和舒适感。失眠的朋友今晚就可以试一试。人与音乐的关系改变不仅体现在独立个体上，音乐在历史发展阶段所承担的作用也发生着变化。在古代呢，音乐在生产活动、社会交际和宗教活动中承担着重要作用。接下来我们来看一段视频。这是 Morris 舞蹈，是爱尔兰传统的男子舞蹈，在复活节前表演，用于崇拜神明、庆祝神的死而复生。这个舞蹈类似我们古代的巫祝文化，跳大神。在古代呢，音乐有崇尚神明、敬畏神明的功效。那么现代音乐对我们在生活中扮演了怎样新的角色呢？最显著的呢，是产生了专门的音乐职业，演奏家和作曲家，他们创造出更丰富完美的作品，使音乐信息更饱和，情绪更丰富，让人类音乐情绪升华为美感体验，巩固了音乐的艺术性。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网络平台的兴起，商业化的音乐也应运而生。近十几年来，网络音乐、流行音乐的发展速度是空前的。与传统音乐相比，这些音乐具有通俗性高、娱乐性强、快速更替的特点。这类音乐以盈利为目的，所以它对市场的考量是主要的，而对艺术形式的推敲是次要的。这类音乐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破坏了音乐的艺术价值，但我们需要看到，这类音乐满足了更多的欣赏需求，使更多人群拥有了音乐情绪体验，它的积极意义也是不容忽视的。音乐的产生不依赖于物质上的原型，不受现实世界的束缚，
完全依据人类的内心世界变化而随意变化。所以我们能从音乐中体会到现实世界中无法体验的自由和解放。祝各位更好的与音乐建立连接，拥有更愉快的音乐体验。谢谢。